你每天都是热干面不腻啊？那吃什么？喝牛奶吃面包啊。我爸说外国人都这么吃，所以我才能长得这么壮。我爸说热干面最有营养了。你爸是干什么的？我爸是科学家。科学家，那也没有我爸有钱。不过也很厉害了。咱们上学吧，快要迟到了。有个孩子叫贾丢丢。贾丢丢性格比较孤僻，上一年级的时候学习成绩还是很好的，后来突然间就下降了。我想应该有什么事情发生在他身上吧。是啊，这个班呢还有个孩子叫朱大强，他爸爸呢是我们学校的合作伙伴。他爸爸跟他没有什么关系。朱大强性格顽皮，学习成绩也一直是在班里垫底。贾丢丢，在这儿干嘛呢？啊，又在这儿发愣啊？马校长，我们还是进去说吧。乐乐希望每天能多跑一点，那么他周一呢跑了800米，周二跑了820米，周三跑了850米。那么问一下，乐乐周二比周一多跑了多少米呢？好，你来。20米。嗯，对的，坐下。那么我再问一下，周三比周二又多跑了多少米呢？好，你来。周三比周二多跑了30米。对的。同学们，先把黑板上的题目先做一下啊。哎，马校长，没影响你上课吧？没有没有。哦，马校长，原来您把贾丢丢的家长找来了，你是贾丢丢的妈妈吧？哎，你怎么教育孩子的？这贾丢丢上课不认真听讲不说，他还影响班上其他同学。我找他家长已经很多次了，都不见你来。哎，你这个家长也太不负责任了。李老师，打住打住，我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这个班新来的班主任徐小雅，徐老师。不好意思，这事闹的，徐老师，我嘴太快了。没关系，回到你的座位上去吧。同学们，大家好。我是你们的新任班主任老师，我叫许小雅，以后你们叫我徐老师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共同在一起相处很长的一段时间，我希望我们可以相处的融洽。我是你们的班主任老师，你们也可以当我是你们的妈妈。好啊，我又多了一个漂亮的妈妈。你就是花虫虫吧？没经过老师允许，谁让你说话的？马校长，不用说他。我非常喜欢大家这样融洽的氛围，以后啊，在我的课堂上，你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只要是你们的真实想法。这位同学，徐老师好，我叫叶子，我最喜欢听林老师上的数学课了，林老师教的数学最好了。是吗？那以后你更要认真的听林老师讲课了。好的，徐老师。要在老师面前表现的。表现也没用，我想知道老师不喜欢这样。你不是让也在老师面前表现吗？你不懂，叫你懂。小丢丢，你看什么了？丢什么了吗？每天让你拍照，也没看见你长到什么呀。
每天带你拍照，我都烦。告诉我丢什么了？我给你买。我爸有的是钱。贾丢丢，我跟你说话，你听不见没？听见没？朱大强，你不准欺负同学。你凭什么管我？我是班长，我就可以管你。屁大的官，还管的真多。我把你告诉新来的徐老师那去。你告去吧，他让徐老师不喜欢你这样的。你怎么知道徐老师不喜欢我？你不懂。贾丢丢，跟我回教室去吧。嗯，贾丢。同学们好，老师好，请坐吧。谁知道贾丢丢去哪儿了？燕子，我不知道他去哪儿了。你去找一下数学老师，让他帮忙找一下贾丢丢。好啊，那你过来接我吧。别废话，等你啊，东宫路口。嗯，拜。等半天了吧？你这是干嘛去了？怎么跑到这么远的地方？啊！少废话，开车。我怎么就认识你了呢？你是我
到新学校就家访，真不愧是优秀教师啊。我怎么觉得你有点讽刺我的意思啊？哎，你说我上学的时候怎么能碰到你这样的老师呢？那说不定我现在就是那个北大清华的优秀毕业生了吧？因为我比你幸运，我遇到了一个好老师。嗯，哎，其实我一直没明白，你为什么要来那么远的江汉小学呢？因为江汉小学是我的母校。你看那边一直有俩小孩看着咱。怎么样，长得还行？聊聊去。嗯，我可没兴趣，我晚上还要给学生们查资料呢。哎，我可给你解决个人问题呢啊！你好好玩吧，大小姐，我得先回去了啊。哎，这两天有个时装秀，你去不？当然去了。好，到时候见。我今天呢，给同学们介绍一名新同学，来上来，他叫肖苗。下面我想请蔡明季同学上来，把好孩子写在这个后面。来，蔡明季。回到座位上吧。其实，在感情色彩里，笨蛋有的时候也是表达一种喜爱之情。有爸爸妈妈叫你们小笨蛋的同学们，请举手。都放下吧。我相信啊，写这句话的人一定是想表达一种喜爱之情。其实，在很多国家啊，比方说巴西，就有很多人都有外号，他们以有外号为荣。可是，在我们中国，给别人起外号啊，是一个很不友好的表现。所以，同学们从此以后一定要记着，自己是一名中国人，可不是巴西人哦。你们能不能做到？能。小淼，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叫肖苗，我是从长江小学转过来的，希望在以后学习上大家多多帮助我。还有，我是个好孩子，也是中国人。高壮壮，你到后面那个座位坐。来，你去那个座位，去吧。贾丢丢，昨天后来你为什么没有上课？能告诉老师理由吗？好，你坐下吧。为什么要跟贾丢丢玩啊？
他是个怪孩子，他不搭理我们，所以我们也不搭理他。小明，你做我女朋友吧。你有病啊！花虫虫，你怎么这样跟女孩玩？我这是在帮助新同学。鬼才信你！走，跟我踢球去，头上都是蚂蚁。没有。我撑不下来了。真漂亮，你长大我就给你买。菲菲哥哥想吃这个。好，我们去买。欢迎光临，需要什么呢？我们要，叔叔，我们要那个。嗯，好。感谢小妹妹。谢谢彩彩。习惯吗？还行。哟，情绪不高啊。妈。嗯。看来这个班的同学不太买你账啊。刚开始很正常。哎，是啊，慢慢来吧。小大人，你也太操心了你。你回来又不换拖鞋，不是有你在吗？要我不在你身边怎么办呀？对了，晚上想吃什么？你做什么我吃什么。苗，我跟你商量件事儿呗。说。你能叫我姐吗？我喜欢叫妈，如果你让我叫的话，以后饭都你来做。我不跟你叫啊，你想叫什么就叫什么。妈，嗯，把早上的碗洗了。你这车性能不错呀。那必须啊，没看多少钱买的。哎，出去玩会呗，那么早回家干嘛呀？我可不去了，明天还要上课呢。你干嘛活得那么累啊？只要你自己喜欢，你就不会觉得累。谁说的？我还喜欢做模特呢，我还挣钱呢，我都觉得累。那你不赚钱，你就不觉得累了？大姐，我要生活的。你以为我是你，有个好爸爸？
我可不花他的钱啊，我自己当老师赚钱就够我自己花的了。嗯，是。那下次走秀呢，你也拿钱，然后呢，你给我，反正你当老师不是够的吗？我这些钱可都是给贫困孩子们用的。出去玩会儿吧，老魏结合嘛。不行，香苗一个人在家，我真的不放心。你就是自己找罪受。你要学学我，今朝有酒今朝醉。这是我送给你的。啊。啊，谢谢你啊。被林老师扔进垃圾桶了，不可能！不信你去看。徐老师，叶子，能告诉徐老师你为什么难过吗？我昨晚和妈妈一起坐到12点才做好这张贺卡。能把这张贺卡送给徐老师吗？可是上面写着林老师的名字，你在下面写下徐老师不就可以了吗？可以这样吗？当然可以啦。能祝徐老师教师节快乐吗？
徐老师节日快乐。谢谢你，小乖乖。你笑什么？我笑你呀。我？我笑你有一张爪子脸。你们班叶子写的日记，你听一下。我们班今天新来了一个班主任，人长得很漂亮，她长了一张爪子脸。张老师，你可要好好教她学汉字啊，要不然下次我不定变成什么脸了。还有你们班花冲冲的日记，你听一下。今天妈妈让我去买菜，我问多少钱一斤，卖菜的说五分一斤，我说真便宜呀，真便宜，真便宜呀，真便宜，真便宜呀，真便宜，这明显的凑字嘛，这孩子就爱耍小聪明。花冲冲啊，就是一个小机灵鬼。哎，对了，你们班的那个贾丢丢怎么了？他又没交作业呀？交是交了，你看怎么是空白的？我觉得你得找他的家长好好聊一聊了。这孩子，贾丢丢，贾丢丢，徐老师叫你去办公室呢。贾丢丢，你怎么这么没礼貌啊？不知道进门前要敲门的吗？我跟他说吧。这孩子，贾丢丢，以后进门记得先敲门，老师问话呢一定要回答，知道吗？你昨天为什么交空白作业呀？其实啊，小事情也可以写成日记的，不是说一定要发生什么大事情。你想想，我们每天生活中的点点滴滴，只要是你觉得有意义的，都可以记下来，对吗？你昨天都干什么了？贾丢丢，我想让你请你的家长到学校来一下。我没有家长。你的爸爸妈妈或者是爷爷奶奶都可以啊。那你看这样好不好？你带我去你的家里跟他们谈。你要不带我，我自己去了。我家没人，你不用去了。好吧，行，我们去吧。这孩子，谁的话都不听。就原来那个班主任李老师的话，还能稍微管用一点。李老师都怎么管他的？谁知道呢？
怎么来这么早啊？啊，外面雨大吧？你找谁啊？是贾丢丢家吗？对，我是他妈妈。您是？我是他班主任老师许小雅。哦，许老师啊，你好，你好，您今天来是？啊，我能先进去说吗？哎呦，你看我，来来来，快进来。你怎么敢这么大的雨天来了？来，屋里坐。这是一个干净毛巾，您赶紧擦擦。哎，给您倒杯热水，千万别感冒了。贾丢丢呢？哦，在里屋换衣服呢，刚冒着大雨跑回来的。丢丢不会惹什么祸了吧？没有没有，最近呢他学习成绩不是很好，我让他请您到学校来一趟，他也不肯，所以放学以后啊我就跟着他一块儿回家，发现他并没有回家，去泥塘边玩泥巴去了。这孩子说好了今天去奶奶家住的，晚上我就去接他回来了。这混小子，徐老师，啊，那个，您帮个忙，啊，求您了，在里屋躲会儿啊，千万别出声。在里面睡啊！哎呀，行，注意安全啊！有什么事儿啊？把伞给我呀！不是，小心。您不走吗？这样吧，我把丢丢接到我那儿去住一段时间。我带他一起上学，等你解决好了以后再把他接回来。那不行。哦，我主要是怕他给你添麻烦。我也离不开丢丢，我会尽快想到解决问题的办法，尽量的多关心他，多督促他学习。那你什么时候可以解决？能给我一个时间吗？想跟徐老师走，丢丢。你先坐会儿啊，我给你倒水喝。妈，你回来了，吃饭了没有啊？Thank you.
丢丢，你上厕所为什么不关门？你怎么这么没有规矩啊？你看够了没有？吃大强，给我起来！上课不好好听讲，在瞎唠什么呀你？老师，我没有。不是你是谁呀？我刚刚回头看见你在晃悠。要不是校长不让罚站，我让你站到天黑。下次注意，听见没？嗯。坐下。同学们，现在你们一起来跟我朗读这首诗好不好？好。离离原上草，离离原上草，一岁一枯荣，一岁一枯荣，野火烧不尽，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同学们读得非常好，下面拿起语文课本翻到第五页，大家一起来复习五遍好不好？请进。徐老师，你找我什么事儿？虫虫，老师的镜子破了，你能把你的镜子借给我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我怎么不知道？臭小子，眼光不错呀你。英雄所见略同，我可以把镜子给你，但是我想和他同桌，你就成全我们吧。没问题啊，不过你要答应我，必须好好学习，知道吗？好的，没问题。好了，回教室去吧。啊，哎，等等，记得戴好红领巾啊。哦。校车是必须的，现在每天上学放学，学校门口都堵了那么多的车，造成严重的交通堵塞不说，主要非常的不安全。哦，校车这件事呢，学校是商量过的，只是
这可是需要很大的一笔费用啊，也不是说一时半会儿就能够实现的。不过呢，徐老师这个建议还是很好的，我们开会研究研究吧。这件事情不能再耽误了，越早实施越好。这样吧，你还是先回去上课吧。放学了，你们两个怎么还没走啊？我们等人呢。等谁啊？朱大强，你上学为什么带手机呀？你管我呢？爸，我跟你说件事儿。我们学校需要校车，您能帮个忙吗？儿子，快把那碗递过来。怎么样？今天老师表扬了没有？表扬了，表扬我作业做得非常好。真的？你也太棒了，你简直是爸爸骄傲啊！爸，今天卖得多吗？当然，你看，那全部都在这儿了吧？你小子是不是想吃什么好吃的啊？你个小馋猫！我想看看鸡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不是说你爸爸是科学家吗？哈哈，你吹牛！蔡令鸡的爸爸是卖热干面的。蔡令鸡的爸爸是卖热干面的。班了。蔡灵记，什么事？我听朱大强说卖热干面的是你爸爸，下回等我去的时候，让你爸爸多给我放点热干面啊！记住啊，蔡灵记，别忘了，拜拜。蔡灵记的爸爸是卖热干面的。你是世界上最美的人，谢谢宝贝儿啊，去坐吧。徐老师好啊，你好。徐老师你最好了，好美啊，谢谢。徐老师好，哎，你好。徐老师早，徐老师我爱死你。嗯，好宝贝儿啊。蔡林记，你想想啊，如果没有你爸爸，我们怎么会吃到这么好吃的热干面呢？对不对？是吗？我不相信，我看到他们在笑我了。相信老师，我会让你知道，你爸爸。收卷。
怎么去了这么久啊？好，现在马上跟着咱们。现在的老师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效率的？菲菲，100分。哇，我100分！小呆呆，姐姐教你怎么能这样啊？我怎么了？你太没有家教了！把地上薯片捡起来。你凭什么管我？我就管你！我就不让你管！你不是个好孩子，你就是个没管没要的坏孩子！你再说一遍！我就说你就是个野孩子！你们作弊呀！怎么了？你看到一个7岁小男孩了吗？刚跑出来。没有啊，我一直在这儿，绝对没有小男孩跑出去。你确定吗？绝对的。这样，如果小男孩跑出来的话，你记着一定帮我拦住他。啊，谢谢啊。啊，哎，放心吧，小姐啊。老师回家，走。丢丢，我是一个没人养的野孩子，我是一个坏孩子。丢丢，你不是坏孩子，爸爸妈妈都很爱你，老师也很爱你啊，你是一个好孩子。我不是好孩子，我是坏孩子。爸爸妈妈以前等着我是好孩子，可他们还是分开了。我不想再做好孩子了，我不想再做好孩子了。爸爸不知道去哪儿了，我又丢丢了，把我扔到爷爷奶奶家。我不想在爷爷奶奶家，我就去找妈妈。妈妈把我藏起来，不想让我见人。我不知道该去哪儿。我知道奶奶每天都来接我放学，可我不想见到她。我会想爸爸，我真的会想爸爸。丢丢，爸爸妈妈分开不是因为丢丢，他们都是爱丢丢的。相信老师的话，爸爸呀一定会来看丢丢，啊，一定会想着丢丢的，好吗？会吗？会的，只要丢丢啊再做回好孩子，爸爸呀就一定会来接丢丢。相信老师的话，不信，咱们拉钩。拉钩是没有用的，我跟爸爸以前也拉过钩，却没有做到。我相信老师不会骗我，我会做好孩子的。如果连老师也骗我的话，以后我就谁也不相信了。老师一定不会骗丢丢。啊，小苗，还生气呢？丢丢，说呀。对不起，小苗，刚才都是我不对，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。小苗，丢丢都跟你认错了，你是不是应该表个态呀？我有错，
我不该那么说你，我不该说你是坏孩子。我以前就是一个坏孩子呀，可我以后要做好孩子了，是吧，老师？丢丢啊，一直都是好孩子。小苗，以后啊，你要对丢丢好，因为丢丢已经是我们家的一份子了。我就是怕妈妈喜欢丢丢，不喜欢小苗了。怎么会呢？你们俩呀，都是老师最好的孩子。妈妈，这是什么呀？这个是我送给你们的礼物，通过它呀，你们可以学习各科的知识。我现在呀，教你们认识生字。公歌翁公，一起念。横竖折折弓。来，进来吧。上课，起立。同学们好，老师好，请坐吧。今天啊，我请来了蔡令季的父亲蔡明威，来为我们讲一讲热干面，好不好？好。掌声有请。同学们好，我十分荣幸地站到这个讲台上。徐老师的想法真的是很新颖，我昨天半宿啊都没有睡着觉。人们常说啊，四十不惑，我已经是快40岁的人了，而今呢还卖着热干面。但是同学们，你们知道吗？我人生最大的梦想啊，就是当一名教书先生。我今天站到这个讲台上，这是我平时做梦都不敢梦到的事情啊。我要谢谢徐老师帮我完成了梦想，谢谢。江汉是我永远的家，而做热干面是我对家的一种情感。这热干面啊，看似非常的简单，几分钟就做好，其实呢，它的佐料还是很讲究的。这个面呢，要抖得比较筋道，然后呢，就开始加盐。辣萝卜、小葱，一定要倒上醋。最重要的得加上这芝麻酱，芝麻酱好啊，含钙高，这对孩子们的成长是很有好处的。这芝麻酱啊，搁多了苦，搁少了还不香。这吃热干面呢，还就是主要吃芝麻酱。啊，闻起来好香啊！从明天开始，我就不再做热干面了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呀？我是为了……徐老师，蔡灵记一直反对他爸爸卖热干面。蔡爸爸的热干面做得这么好吃，如果他不做了，我们去哪儿吃这么好吃的热干面啊？对。同学们，再一次把掌声送给蔡爸爸。您去那边坐一下。哎，好。下面我请同学们一起来读一下这篇文章。鞋匠的儿子，鞋匠的儿子，不会让他的
爱家乡的土地和人民，我爱我的父母和亲人，无论他们贫富贵贱。爸，对不起。同学们，学校决定了，从下周开始，我们每周一早上集体吃热干面。希望你们每一个人呢都有收获。大家呀已经是小学二年级的学生了，一定要学会啊保护好自己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怎么保护啊，徐老师？首先，大家泳装覆盖的地方，无论什么人摸、什么人看，大家都要学会喊滚开，知道吗？为什么要喊滚开呀，徐老师？因为大家喊滚开以后，坏人就吓跑了，这样就可以保护自己了呀。你们记没记住？记住了。还有啊，不要随便的和陌生人说话，不要喝陌生人给的饮料，也不要拿陌生人给的东西吃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下去玩吧。找什么东西？我要给我的100块钱不见了，好好找找，别着急，我去找徐老师。我们班今天发生了一件事，于红同学不小心把钱包弄丢了，里面有100块钱。有哪位同学捡到了钱包，请还给他。别担心，钱包会找到的。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，下面我通知一件事情啊。我这儿呢有30个红包，上面没有做任何的记号，一会儿发给大家。你们带回去呢，把你们想装进去的东西都装进去，明天上课的时候放到讲台上。徐老师，怀疑我们是小偷。我只希望你们把诚实放进去就可以了。坐吧。徐老师，怎么这么多红包啊？哟，徐老师，
这是不是有啥喜事儿啊？肯定有什么喜事儿，你看他把他乐的。老师从红包里找到了于红的100块钱，并且还从红包里发现了几张100块钱。老师知道有的同学是把诚实放到了红包里，还有的同学呢是把心放到了红包里。徐老师啊，非常的欣慰。现在我决定把这个100块钱还给于红同学，其他的几百块钱呢作为班里的班费，你们说好不好？好。同学们可不可爱？可爱。大点声。可爱。那徐老师可不可爱？我不想跟花冲冲坐在一起了。那你想跟谁一起坐呀？我跟谁坐都一样，就是不想跟花冲冲坐。叶子为什么不和我同桌呢？你是不是惹他不高兴了？没有啊。过来。冲冲，老师问你一个问题。徐老师问吧。你的好朋友都有谁啊？我的好朋友有很多很多。那你们在一起都干什么呢？我们在一起踢足球，因为都踢足球所以成了好朋友。你要和叶子啊和谐相处，培养出共同的爱好，这样你们很快就会成为好朋友了，知道吗？哦。乖。上课。花冲冲，叶子去哪儿了？不知道，他不是不和我同桌呢吗？同学们，你们谁知道叶子去哪儿了？不知道。请坐了。医生，我女儿到底怎么样？有没有救？从目前来看，叶子得的是慢性离细胞白血病。医生，求求你救救我女儿。你也不要太着急，还好，目前来看还是早期，有救。不过要化疗。化疗？现在我妈肯定没醒。什么事儿？妈，起来吃早饭了。我不吃了。那我们昨天商量好的大扫除呢？哎呀，今天是星期天，你让我多睡一会儿啊。如果你不参加大扫除的话，那你的中午饭就没了哦。哦，那好吧。妈，什么都好，就是太懒。小丢丢，你负责扫地和擦地，我负责擦桌子和擦玻璃。不，我要负责擦玻璃和擦桌子，你扫地。为什么呀？我是男人，你得听我的。你还不算男人，你是小男孩，你得听我的。男孩也是男人，你要听我的。连我妈妈都听我的，你还不听我的？你妈妈听你的，我就得听你的，你要听我的。这个家我说了算，你得听我的。听我的。小丢丢，只要你听我的，中午我给你做好吃的吃。你想吃什么就给你做什么啊，乖。不行，你还要听我的。
生日快乐，永远漂亮。你们两个是怎么知道我生日的？只要我们想知道就能知道了呗。你们太可爱了，老师爱你们。徐老师，我能跟小苗一样叫你妈妈吗？当然可以啦，只要你想叫妈妈呀，你就可以叫妈妈。哎，我有两个妈妈了。蛋糕真漂亮，是你们俩选的吗？我去开门啊。吃上了，来，这还有一个，慢慢吃啊。阿姨先过去啊。你们可以先吃蛋糕啦，切蛋糕吧。啊，先吃吧。哎，说实话，我都有点羡慕你了。你是怎么跟这样的小孩在一块的？其实我什么都没做。我觉得孩子们吧是很真诚的，只要你爱他们，他们也同样会爱你的。说的也是啊。提前体验到妈妈的感受了吧？他们本来就是我的孩子呀。可这两个孩子就打算这么一直带着？丢丢不会，因为他家里是江汉的，爸妈肯定早晚会把他接回去的。小苗呢就不一样了，他家里在大山上，而且家里只剩下一个老奶奶了，根本照顾不了他。如果可以的话呢，我想一直照顾他。哎，是他照顾你吧？没有他们的时候，你家可没这么干净过。我们是互相照顾。徐老师，你要不也照顾照顾我呗？好了，同学们，我们今天呢要学习的是一个故事，名字叫做什么呢？请大家看黑板，大声的把我写的字儿读出来。什么？是。很好。很好。关节。好，有谁告诉我事不关己是什么意思？徐老师，你找我？刚才上课你在玩什么？拿出来给老师。老师，我没玩手机。你这叫此地无银，你知道吗？把手机拿出来交给老师，把你的家里住址告诉我，我要见你爸爸妈妈。你给他打电话吗？打电话说不清楚。写在上面。这怎么是三个地址啊？一个是我奶奶家，一个是我外婆家，一个是我自己家。那你妈妈在哪个家呀？我妈妈心情好的时候在我奶奶家吃饭，我妈妈心情不好的时候在我姥姥家唠叨，我妈妈心情不好不坏的时候在自己家。那你妈妈今天在谁家？那我妈妈，我哪知道我妈妈哪天心情好哪天心情不好呢？手机交给老师，我替你保管。给我吧。Thank you.
生，给我来杯水。累死我了。你也知道累呀。今儿干嘛去了？我今天去我班朱大强家家访去了，他给了我三个地址，结果一个都不对。我基本啊要走遍江汉三个镇了。这班主任老师真不是一般人能干的。那就别干了。你又不缺钱。不是钱不钱的事儿。我呀是真想干好，但我发现真的是太难了。这帮孩子们吧，好的时候特别可爱，气人的时候啊能把人气死。七八岁的小孩正是讨人嫌的时候。哎，我说你要不然去教大学生吧，没准还来个师生恋什么的，这靠谱。或者呢去做生意，当个老板，养个小白脸。狗嘴吐不出象牙，亏你想得出来。你能，你才能。我们班是有个孩子不上课回家了。怎么了？跟他妈挣钱去了，说读书不就是为了挣钱。那怎么行啊，这不是剥夺孩子读书的权利吗？现在很多家长啊认为什么权利不权利的，有钱就是权利。我看这样不行，得慢慢的引导孩子家长。引导难呐。昨天晚上我去学生家做家访，这个周大强给了我三个地址，没有一个对的，我还踩着高跟鞋，没累死我。以后谁进步了我再家访谁。需要什么，吱一声，送你家里去。来，过来一下。啊，是这样，这件事情呢，由我来解决。不过现在贾丢丢在里面是什么情况，我们都不知道。先救人要紧，好吗？这不是医院吗？有医生就行了，你甭管啊。这个费用多少，我来出。他愿意赔钱是吧？说要多少赔多少，多少我都赔。您就是这样给孩子做榜样的吗？有钱很了不起是不是？孩子的品性是用钱又买不来的。哎，我说你这人怎么这样你啊？你敬酒不知吃罚酒是吧？我跟你们学校可是合作关系，我还得追究你没有把孩子教育好的责任呢。随你便，我现在只关心里面的孩子是否安全。我觉得我不是一个称职的老师，您说我选择的是对的吗？
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有些事情照顾不周是可以理解的。我生病以后向学校推荐你来带这个班是有原因的，我相信你会带得很好。可是我真的觉得我做得很差，看到了今天的朱大强，我就想到了当年的我。如果不是您，我就不会改变，更不能立志要做一名老师。可是我觉得我改变不了他，您能帮帮我吗？我没什么可帮助你的，在教育孩子这个方面没有特殊的办法，只有爱。我知道业余时间你在义演，赚的钱资助了很多失学的儿童，我知道你是真心的爱孩子，我也相信你会干得很好。我知道了，老师，我会坚持的。燕子，跟老师进教室好吗？来，怎么了，冲冲？同学们，花冲冲啊，给燕子写了一封信。燕子，他可以读给同学们听吗？来，大点声。送给我心中的叶子，你是美丽的天使，我想与你同桌，天天保护你，做你永远的守护者，花冲冲。我想和你同桌。同学们，前段时间学校门口发生了车祸，
校领导感到非常痛心，幸好啊没有造成严重后果，学校经过研究决定开通校车，以便改善学校门口的交通环境。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几个人，首先我要感谢二年级二班的同学朱大强的爸爸，他为我们学校捐助了两辆校车。要不是为了你，我能给学校捐助两辆校车吗？打的只是外头。别老欠钱了，等我以后再也不是你的钱了。嘿，小兔崽子法了你还啊。在此我们还要特别感谢文雅集团的徐董事长，他为我们学校捐助了12辆校车。我代表全校师生向徐董事长表示我们衷心的感谢。徐老师，你好。你好。希望以前的事儿您别介意。没有，我当然不会介意了。说这些话呢，也都是为了孩子好。说一千道一万，我们也都是希望孩子可以有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我先过去一下啊。好好。徐老师，丢丢现在已经出院了，我们就把他接回去住。他原来瞒着我，是因为不了解我。其实我挺喜欢孩子的，以后啊，我对他会像对自己亲生儿子一样的。那我就放心了。啊，丢丢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希望能原谅我。我根本就没告过你，只要你以后不欺负小鸟就行了。徐老师也跟我说过，你也不是有意的。以后谁也不欺负了，你们都可以欺负我。贾丢丢，我们能做好朋友吗？可以呀、啊，我们做一辈子好朋友。我们所有的同学呀、啊，都做一辈子的好朋友。好不好？好。嘿，亲爱的老师，这是一首唱给你们的歌哦。Listen， 金刚和芭比对我没有吸引力，但你的眼睛像黑洞般魔力。晚上做我们魔法棒，金刚和芭比对我没有。